它要让水流出去啊。嗯，它其实不短，它有21公尺。你们家公厕真的很夸张。我在怕那个无边际泳池会被摔出去。不会，它前面还有一段啊。其实淡水这边的房子，你买面西的是比较好的。哦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超级大露台。哦，这边是可以看到又山又海的感觉。这边是那个观音山。哦。哇，太夸张了吧？对啊。怎么样？退休来这里买一栋吧？退休那个时候不知道还买不买得起。我心中的那个。这个是我们最近很喜欢的。反而你们考量的是说外送叫不叫得到？对，对，我觉得在买房前真的可以去查。嗯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阿轰。嗨，我是真正。OK， 我们今天来一个比较陌生的地方。对，这是我们第一个突袭的观众家。有一点紧张。我现在其实蛮紧张的。还叫那个观众先躲到主卧，先让我们拍完开场。但是你叫，不是我叫的。好 ，OK， 是我紧张。现在就直接很粗暴的来看吧。这是我们第一个，好，刚刚已经讲过了，我已经没有词了。这个房子我最喜欢的是从这边看过去。因为我把这个房间打掉了，所以是我喜欢的是从这边看过去是一片绿的，就是整面的，所以跟你们家很像。如果你们把你们的主卧打掉，可能也是这个样子。啊，对，也有两个床，对不对？那这个也是灰烬吗？对，这是灰烬，比较深一点，好像最近都流行这种。哦，颜色比较深。对对对。然后这一面就是电视的线是直接穿到这里面的，我们的机柜 PS5， 然后 Switch， 就是我近看它这个材质对不太一样，对，就有点想问涂料的，因为我们想要做点比较燕麦奶的感觉。流行那种手刷感，清水膜那种感觉，对，清水膜的漆。对，但我们想说太多人漆了，我们就漆一个比较难一点的。再来是介绍我的这张桌子，这张桌子是我们请木工做的，而且它是实木的，这样就装好了。要吃火锅还干嘛？我们就会再拉两个椅，底下也有留地叉，哎，很像火锅店那个地叉，装个电磁炉什么的，因为我们中岛没有电磁炉，这也是原本建商的。觉得你最满意的地方？我最满意的地方，其实我目前为止都很满意，都很满意。真的要做功课。对，嗯，那你有花多少时间做功课？哦，不知道，我生活。他这个是花了一倍，一倍。蛮干净的电视墙，对，我就是要走这种路线。但是就是你一开始真的要计划好你要装哪些东西，然后四米宽，那你觉得就是85寸配这个距离刚好吗？还是我觉得刚好，因为我女朋友其实原本很拒绝用85寸，她觉得太大了，会太大，是蛮大。那你现在有什么想法？有时候还是觉得很大。我们不用赶上下班时间，所以其实都避开。对，所以要有车子啊，当然是要衡量。我觉得交通上面比较。然后没有便利商店，所以我们现在要赶宅配的，所以是不方便的。对，但是我们原本就很爱叫外送，我们就是跟我们一样，就算住天母，我们要去，我们也不去便利商店，我们是叫外送。所以我觉得真的是生活习惯。后来我才发现它变压器蛮大颗的，后面我就请师傅帮我把变压器丢到这个上面，它露出来，如果串在那边，哦，我就觉得是装这个家就对了，因为有线露出来。OK， 平常它基本上这边灯就都关了，哦，就剩下一个东西亮着的感觉。对对对对，有时候晚上回家就是全黑的，然后打开门就只有这个萤幕，很像水族馆的感觉。我们有在考虑要装第三个，怕说装第三个这边其实萤幕超多个，对，哦，真的，因为我们都在这边工作，怕从这边看过去很挤，觉得对，好多萤幕，跟这边一样中控区，对，好像他们买在比较靠近淡水这边，然后他们就可以买比较坪数比较大，我觉得这样也是一个选择。嗯，然后其实有一些装潢上面细节可能就会比较需要预算啊，
我这样好，我等一下 问一下。好啊，好，等一下交给你问。那你觉得第一次来观众家里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其实蛮有趣的，其实他们口条很好，把我站都在我旁边。嗯，好。哎、欸，你还有用到你有讲的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好，来吧，等我一下，我先。好，来吧。嗨 Siri， 帮我把客厅窗帘开到一半。这个就是我们可能不想让外面看进来的时候，我们就直接喊一半。这也是淘宝买的。原来淘宝可以买这么多东西。它这个电机啊，它这个电机我那个时候看399人民币，然后轨道什么另算，但都蛮便宜的。一方面可以用 Siri 控制以外，就是我可以直接就是它这功能就是你拉一下它就帮你关。哦，蛮方便的。智慧耶。对，但平常我们都是在手机上控制比较多。就是我刚刚一直很好奇，为什么那个电风扇好像没插电就可以动？哦，它这个是小米，可以32个小时不用充电型的。对，它是充电型的，很热大便的时候。觉得很舒服哎，而且是真的很宽敞。我个人是最喜欢这个工作室，就是它做一个弧形，然后把光线引导到整个公共区域。我应该是喜欢就是整个电视墙吧。电视墙哦，对啊，我觉得它这个也是很有想法，因为它是。这边先内凹，然后这边再凸出来，就是它等于是做两个圆弧这样，这种感觉。然后也不是完全的纯白，它就是有一点点刷灰吗？还是怎么样？那种手工的感觉。嗯，然后光线照进来的感觉也不太一样。主卧看看吧。好好。记得说冷气也是哦，冷气也是 OK 哦。我耳提面命。对，冷气也是。进来最一开始我看到的会是浴室，浴室真的，我就是洗澡的时候就是看外面绿绿的泡澡的地方。这浴室是有门的吗？没有没有，我们就是用这个厚的去把它挡住。浴室其实我们都没有什么动，对，它原本给的东西就还不错。但是我有一件事情很好奇，你们在洗澡的时候不会害怕被人家看到？哦，还是会把那个窗帘拉下。哦，白天可能外面看不到，但是晚上一定看得到。这样的话就是如果只有脸。会觉得说这样会让房间湿气变重哦。我一开始也会怕这个，但是因为它其实这边有做那个干燥机，对，它有做抽风机，然后我们洗完澡就会把这个窗帘直接拉起来。它这个一样是做电动的，而且我刚好看到一个东西，其实我很想买。你看，我也想看里面那个玩手机的吗？人家可以边超好笑，可以边洗澡边看，对啊，可以啊。我们就是那个音量超大，然后就开始洗澡，完全放水。那它可以转成横的吗？可以。我超喜欢泡澡。泡澡就没办法滑手机，还是可以滑。当然可以。泡澡就是毛巾放旁边，直接这样。想滑就滑就对了。就是平常如果有穿过的衣服，就会挂在外面，可能像那种外套还没有要洗的，把它挂在浴衣间。对，这边就比较像展示的效果。因为我们本来只有这一面。只有这一面的话，其实我们两个的衣服是不够的，所以我们才特地把这一面墙打出来。就原本墙在这边，所以如果我们之前没有打掉的话，可能衣柜就会在更，就整个会更小。对，所以后面把这边打掉，然后把这一个的空间做成衣柜。次卧也其实是把次卧缩小。对对对，这样可以变成一排一整排衣柜，就是实用很多。欸，我很好奇，但这些设计都是你们一起吗？还是说？我觉得，因为他蛮有想法的，他就是一开始就给设计师很多他想要有怎么样，然后像包括他希望房间就没有电视，就直接做一个投影机这样子。他如果装在那边，怕那个东西掉下来，所以后面我就只好找侧头的。Acer 这台10000多块，很不错。次卧。次卧是完全没有装潢，全部都是空的，因为想说要省一些钱。对，大家的次卧都差不多，只有灯、冷气。地板就是自己铺的，淘宝就是蛮便宜的，自己贴，然后再放一些那个鹅卵石。电灯它就是会太阳能的，晚上会自己亮。电灯也是特别买的，对，这也是自己去买的。对，欸，我看你这个地板亮亮的，你是有刷的？我自己用那个护目漆再刷上去，就比较不怕水汽耶。对。现在都要有31到33都要买公设。对，我那个时候就在想说，我既然都要买这个公设，我何不买
有多一点公厕的、嗯，因为像这边基地面积比较大，它就有它可以做比较多。对，它就有温泉，有户外泳池，有健身房什么的、嗯。我爸妈来什么都是可以泡的，我觉得这样不错、嗯。我觉得如果差这2000多，我换到游泳池，换到温泉。烤箱这些我是 OK 的，嗯嗯，对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自己衡量的。在家工作时间很长，所以我觉得还蛮值得花在装潢、嗯，就让自己更舒服了。对啊，而且你说双北、嗯，你要找到一瓶30几万，我觉得不好找，都是考量啊。对，像我原本买 A7 也是考量到说它上国道很快，不塞车的时候上国道、嗯、去三重去哪里都算快。嗯，它就是得避开尖峰时。对，我后面就是。多方犹豫之后才选这边，嗯，蛮多人会做那个玻璃挡住的、嗯，我们之前也有想过要不要这样做，但后来的考虑但玻璃这样挡着，应该说生活习惯互动性会变少，嗯，对，因为你挡住之后你是没有办法再把它拿掉的，会比较隔音，然后可能讲话也听不清楚。所以我们后来才做这个门，如果要安静，干脆就一次把它关起来。预柜的钱贵，对，因为现在双北一车要18000收这个。假设要两车好了、嗯，你就要多花36000了。对、嗯，其实很贵、嗯，真的很贵。那这样算两面？嗯，没有，还算三面哦、喔，因为那边还有一面。我只不过才打掉了。这样，我记得清好像是3台车左右。是光清那个垃圾就是要这些钱，對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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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而且会觉得花的重，只是清垃圾。那没办法，得花。这个没办法自己做。嗯，对。我很喜欢拿他给你的格局图，可不管设计师还是原件商的格局图。我就会拿一支笔，一直画，一直画。我想要放的东西大概尺寸是什么，直接画上去说放这个会不会合理？反正就是花最多钱的一间房子了，你花一些时间，我觉得没有问题。就是我在总价里面我怎么搭配？假设我可能什么东西想用好一点，那我地板我是不是可以用比较便宜一点的，一直用换的来取舍这样？哦，买好了。哦、oh, ，那个来试试看观众推荐的，他们家附近的这个新鸡材。刚刚他有推荐我们买，我记得有杏鲍菇，还有什么鸡块吗、嗯？其他我忘了。哎、欸，蛮好吃的。嗯嗯，它就很像那个3Q鸡排那种炸法，把肉汁锁在里面那种。它的面衣是比较厚的，跟传统的台式咸酥鸡比起来，它是像鸡块一样，然后肉跟那个皮衣、嗯、面衣中间是有一点空隙的那种。嗯嗯、哦，你会讲哎、欸。还不错，嗯，我想要买那个日本的那个看板屏幕，对，想买那个电子屏幕。对，他说他觉得很疑惑，可是其实我在看的时候，我就心里在盘算说，哎、欸，我们家哪边可以装这个东西？我觉得他花了很多时间做功课，然后蛮细腻的，嗯，就像他就会把一些能省钱的部分省下来，那他就可以在他更喜欢的地方花钱。对，就是是个细节狂。嗯，下后来有聊了一下，就是说其实他的这个未必别人能够复制出来，因为他是需要累积，就是可能要从很久以前，甚至在买房前就对这些东西有兴趣。嗯，他说他20几岁就在看房了，他比你还扯。我比我还扯。对啊，他们家那个工作室的概念，嗯，就是平常是开放的，但是他可以关起来。对，关起来又是另外一间房间。嗯，对啊，然后。它的那个弧形，玻璃的那个弧形，我也觉得做得很漂亮，蛮画龙点睛的。对，它可以把有点像是把窗外的风景有点映射到那个弧形上面，让你又多了一片绿景的感觉。等一下，与其说画龙点睛，我觉得不如说说不定是因为那一个，然后所以其实整个房子的风格会以它为，就是说因为我们想要这样做，嗯、那其他的东西也要弧形或者是什么，就是也要跟它配合起来。嗯，因为我记得他们有说那个书房。还有那个书房连到客厅的那窗景是他们很重视的哦，两个人都参与很多，所以他们都知道哪个地方是怎么做，然后哪些东西这样有什么美感、嗯。对啊，你边吃还要先给大家看，一定的啊，不是都这样啊？美食节目一定要这样吃播吗、嗯？其实大家根本不 care 你吃哦，是吗？真的吗？浴室的那个手机支架回去找，浴室手机支架我也觉得哇，你会不会想用？我会吧，会，對因为。他们两个跟我们很有点像是，他们也是重度宅，就是，但是他们宅的是看一些看影片或看电视，嗯，看 YouTube 啊，或者是直播有的没的，对，所以他们对3C使用者，嗯，所以他们也才会看到我们啊，嗯，对，希望大家觉得有趣，好，我们下一件，好，我们下一件，买房前他本来就很爱看这些东西，都
查资料。对对对对对。而且我到现在我还都会看，都还在看。我就是喜欢这个东西而已。你们这边跟我们家一样，鸟叫声都很大声。对啊，我觉得很好听。老家那边都叫到顶泰丰。对对对。但是这边叫没有。我们也超爱吃顶泰丰。对啊，这边叫不到。你们叫得到顶泰丰？我们叫不到。我们只能自己去吃。顶泰丰的那个红油抄手酱啊，你把它沾去那个炒饭，超好吃。超好吃。麦麦，我排一个小时终于吃到顶泰丰。一个小时。因为高雄只有一间店，对我上次在高雄，然后我就排了一个小时，怎样我都要吃到那个顶泰丰，我都已经排了。